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儿子的头大手儿小，爸爸的头小个手儿很大，大手牵小手，走路不怕滑。走呀走呀走走走走，转眼儿子就长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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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转眼儿子就长大。寻找宝藏。今天的寻宝藏活动有三条不同路线，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，出发。哎呦，开始了，说话了，哎呦，小鹏爸爸，点儿，要不宝藏会被别人先找到的。光跑得快有什么用啊？要注意标记，漏掉了会走冤枉路的。还有啊，你要检查一遍你的旅行包，看有没有漏带什么工具，要是漏带了，现在回去拿还来得及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有六样工具，不缺什么了。走喽！这下该往哪条路上走呢？小头爸爸，这儿有箭头，一定是往这条小路走。对，错不了，前进。看绳梯。上啊。怎么了？害怕了吗？有一点儿。帮帮我。行啊，你说怎么帮吧。小头爸爸，我有办法了。另一头绑在你的腰里，这样的话我就摔不下去了。胜利啦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离最后的胜利还远着呢。接下去该往哪儿走啊？快看。请穿上，请穿上。小兔爸爸，你快念一遍。啊，瞧。请穿上溜冰鞋，用最快的速度冲下正前方啊。哎呀，溜冰鞋忘带了。我可是带了啊，你瞧。那我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只能两个人合用一双溜冰鞋了。合用？哎，对，我们一共有四只脚了。你站在我脚背上吧。飞起来了。快呀快呀。